用心相连，共筑美好社区。卫福部举办金卓越社区选拔，龙潭三合社区长期举办长辈共餐、艺术创作课程、生态导览，代表桃园市出征，与中原大学一起凝聚社区关怀，推动老青共融，希望能够把在地文化传承下去。居民们忙碌的准备菜肴，互相交流客家传统美食。龙潭区的三合社区代表桃园参与卫福部举办的金卓越社区选拔，分享社区温暖的成果。他目前有跟社福机构合作长照，一些单位呢，他们的照护的伙伴呢，会参加我们的共识。另外呢，我们还有带动老人家的一些畅游，一些客家的戏曲，我们有一个成立将近20年的客家手鼓队，那一天还有年轻人带着大牛，在那边做迎宾的一些仪式。三合社区结合健康和文化活动，每周三五由长辈与志工共餐，结合画室与民众进行艺术创作，生态上也提供蝶类、蛙类与爬虫类等日夜观察课程，丰富居民的生活，就是让大家可以更认识龙潭还有这个社区的一些特色啊，还有一些景点文化之类的。此外，中原大学的学生透过立体书的制作，将社区的每一个珍贵故事用文字与图像继续传承。包括梁医师对社区的贡献与他精湛的陶刻技术，就被巧妙收录在立体书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三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那将我们的社区的一些自然或人文的一些特色景观来发展出在地的一个产业，那也目的就是希望让我们更多的一个青年可以来回流，那一起来投入社区。社区不仅是生活场所，更是我们社会互动的基础。长辈们保留传统技艺与文化外，在未来也需要更多年轻一代的新观点，为地方注入新的活力。